欢迎乡亲，等下到中华新闻的现场来看单只的奖杯，因是单杯二十档了。福建乡大兴国小参加2018年全国少年杯脚球锦标赛，经过两礼拜伫咧台北迎风球场的比赛，摕到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。即款小小的脚球队员，拢变成为脚球歌手，伫咧球场顶悬的表现，嘛互全校的师生感觉真骄傲。伫咧四月份的这场决战，选手拢真有活力。只想要把球踢入去球门。经过长久的训练了后，大兴国小脚球队是来得到2018年全国少年杯脚球锦标赛全国前四强。能够暌违二十年再度打进全国决赛前四名，我们都觉得与有荣焉。那事实上这批孩子他们练习很久了，那每天就是课后照顾的时间，把作业写完了之后，然后就团体的练习这个技巧跟这个团队的默契啊，所以在这不断的比赛当中，其实他们的默契慢慢的变得很好，然后大家吃苦耐劳哈，共同奋斗，有一个理想，他们就是要打进全国赛。比赛结束，不过囡仔也是逐天真认真伫咧训练，对会当摕到好成绩，脚球队员拢真感谢教练的指导。我们从三年级就开始练，到四年级的比赛。我们打败了很多的队伍，所以我们要感谢教练、主任、大家。二年级开始踢足球，踢到现在三年级，我们练习了很久，从四点练到六点，练了两个小时，能打进全国赛，我很开心。大兴国小脚球队单杯二十档，又搁重回全国前四强的行列。看到这个金闪闪的奖杯，看得出来，这群囡仔的努力受到肯定。老师教练对这群脚球队员的表现，真正是真欢喜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福兴采访报道。